大伯的昊天令，五位长老，你们都是我的爷爷辈。如果没有曾祖命令，我有岂敢冒犯？这昊天令乃是曾祖赐予的。不知大伯他老人家有什么教导？曾祖赐予我这昊天令，其一让我为父亲证明，他认为我父亲没有辱没昊天宗的威名。其二，也是最重要的，曾祖让我传达一句话。昊天宗是睥睨天下的昊天宗。因此，曾祖认为，祖父当初的决定，虽然暂时保全了昊天宗的根本，但也令宗门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。什么？当年父亲也很痛苦。他的决定虽然保守了一些，但以退为进，未必就是错误的。要有机会，祖门定会重出魂师境。我明白，祖父承担起守护全族的责任，却没有担负起守护整个斗罗大陆的责任。而这，本该是昊天宗作为天下第一宗门最重要的职责。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。三。大伯在什么地方？如果他老人家能够回来主持大局，昊天宗就不会垮。曾祖不会再回归宗门。那祖父将这昊天令交给你，可是要让你接任首席长老之职。首席长老有权干涉宗门大事，实非我力所能及。更何况，我有唐门的职责在身。既然大伯放心地将昊天令交给你，说明他已经认可了你的实力和心性，你也无需再推脱。二长老。您这是做什么？晚辈受不起。将昊天令入见首席长老，这是昊天宗开宗以来的铁则。宗门弟子听令，随我拜见昊天令，见过首席长老。见过首席长老。拜见昊天令，见过首席长老。小三，昊天宗的规矩可不能随意破坏，除非首席长老下令让我们起来。各位长老，请起。这么年轻有为的首席长老带领我们，昊天宗一定能再创辉煌。承蒙宗主和长老们抬爱，昊天宗不是一个人的昊天宗，而是天下人的昊天宗。我们不只要再创辉煌，也要守护好整片斗罗大陆，才不算辱没天下第一宗门之名。昊天宗天下第一，昊天宗天下第一。父亲若是见到自己，定会倍感喜。这副模样去见父亲和列位先祖，恐怕不妥。我有东西要交还于你。我知道小三有办法帮你断肢重续，这两块魂骨本就属于你，你吸收起来会更容易。不，大哥，这是宗门之物，我受之有愧。你永远都是昊天宗的骄傲。右腿骨技能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
现在开始。今日我等昊天宗弟子齐聚于此，有两件事来告慰列祖列宗。一，请宗主及长老堂一致决议，即日起恢复堂号昊天宗弟子身份。二，宗门封闭太久，久到很多人忘记了皎皎战魂锤，巍巍昊天宗，忘记了曾经的天下第一宗门。如今昊天双星重聚，大长老之位后继有人，是时候回归魂师界，重铸我昊天荣光。一叩首。父亲，昊天回家了，您可以安心了。再叩首。父亲，我小子唐昊，携子唐三，定会扶助大哥重振昊天宗。三叩首。李泌。